大家好，我是小胖啊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剑会的暴力对决，观战方是珍宝阁飞战队，对面是紫禁城紫墨的三公啊，也是第一三公。观战方还是大唐神灵的女儿国标开了一把风阵，那对面选择上的是一个双灵波一石陀化身加地府的组合，一把虎阵也是大克了风阵 10%。放下屠刀啊，也是在扔一扔会员伞走起，野兽之力加上，有一把虎阵的大克啊，可以说本身对面的输出就极其的恐怖啊，再有这把虎阵的大克，哎，观战方也难受的呀啊！珍宝阁在上星期的剑会也是输给对面两次了啊，但子墨他们的三公确实赢豪门赢的也比较多啊。主要是太适合三公队，现在还是太适合打剑会了。对面天眼神通啊，是给到的两个眼睛，有一个智眼，有一个怒眼，一个增加伤害，一个给战役。青石献祭，观战方这边可以先动手啊。光辉补一补，看一下一手小锁先点谁，再扔一手放下野兽之力加上，观战方没有缺点杀。嗯，对面师徒不明眼瞎吧，他起了个定心术，起了个定心术，按错技能了啊，这肯定是按错技能了，不然起定心毫无意义啊，一个师婆起什么定心，对吧，你首先他不是个法系，其次他不是为了增加点法防吧啊，也不至于的，也不至于的啊。把观战方宝宝清一清，再扔一把放下，你别说这个放下屠刀那个武器好像跟100级那个屠龙一样一样的啊，那武器像屠龙啊，继续招宝宝，观战方这边还是没有动手去点杀，嗯，前期倒是有机会的，因为本身对战方走的就是一个高输出的路线，两个辅助的话抗性还不错啊，但是三个输出是基本没什么抗性的，以福战队他们的输出点杀个凌波呀师徒呀还是稳稳妥妥的。
然后先把关良方的沈木林杀掉。沈佑，哎，这化成四差丢丢被砍死了。再来一把金青，天神通结束啊！哎呦喂，对面直接给了一把笑里藏刀啊！你这没速也麻烦啊，因为关大荒这边自认为吧，啊，自认为女儿村不占速度位也应该可以抢到一速啊。但是没想到啊，这种三国队人家的地府有的时候化身四啊，有的时候是地府，人家速度加的都很快的，反而不是复战队的女儿村啊，反而不是复战队的女儿村比较容易和这些三公队抢速度，就是这些顶尖复战队的女儿跟三国队抢不了速度，因为他们太侧重于一个抗性了，嗯，太侧重于一个抗性，导致了他们速度太慢了。那这波关亮方是终于是抓准了机会啊，点死了对面的一个林波辰，这样关亮方的压力也会小很多的。不过呢，以对面以往的战绩来看啊，哪怕对战方就剩下两个输出，这个威力也不敢小觑啊。再来把金青，再起飞6000 3800，等到大堂休息结束，关亮方这边其实还可以点。关亮方点的资本就两个东西嘛，一个是对面没风系，第二关亮方有物理系速度，大堂不至于被对面把这个血线压住嘛。对面也没有风系可以骚扰你的点杀，那关亮方反正大堂不休息就点呗，点死一个算一个啊，自己压力也小很多，而且现在关亮方的血线也非常的饱满，宝宝也不缺，人物的血量也相当凑合。换个练习生，青石献祭，对面也是一把青石，双方都得点了，看看能不能把这无魂解掉。没有解，地府的无魂还在。再来一把金青，关良方化身色把自己保护起来，小爽再挂还是点这个南宁波。羊毛指着一个好啊，再把南凌波点死啊。这时候天崩地裂，对战魂应该过来压一压大堂，应该是来压大堂。7300直接杀化神四了，最后一下不能被贴保护。那既然是杀化身四，你宝宝不跟师徒不连环的，那你这杀化身不跟闹着玩一样吗？这可是你要杀的是化身四呀，你要杀个什么灵吧你不跟也就算了，但你杀化身四，我感觉师徒连环击都不亏的。天崩地裂目标没有问题啊，就化身四。
招对听。断线木偶放一下，小死亡没挂中，看看地听能不能哈出去啊！这种地听哈出去就够对面吃一大壶的。7700，中不中小死亡都不关键了啊！这关键是能把人给你活活的弄死。再吸收一波，山哥的地听，这不会是那个八轮车吧？不是啊，不是那个八轮车。舍一把小死亡，再点女灵波，这根本就扛不住啊，对吧？这哪有扛住的希望呀？早就可以点了。青石献祭，其实打到现在的对面已经是切不进来了，地听的话也没什么意义。只是一种不服气的挣扎吧。破血狂攻。关照万象，先把这地听杀掉。小死亡再来一个，这回直接就要空切了呀，两次163苟活了下来。还得配合点杀，就这种三姑队一定要点杀加着面伤的有个配合，你单纯的点杀没有任何的意义。单纯的打面伤也没有意义，
一定要点杀配合着面伤。面伤干啥？亲宝宝，点杀针对人，面伤主要是亲宝宝。诅咒之伤。对了，他，你想想，他们现在还得带诅咒之伤这个特技啊，最起码女儿跟化成四都得带，为了点杀时候去补一个伤害啊，所以他们现在的特技配置的话，确实是有点位置不太够了。国标只要盛行一天，诅咒之伤他们就得带着，也以前他们不带了啊，就这个国标现在成为主流以后他们才带的，尤其是在点杀鸟儿孙或者是化身寺拿这个东西去补伤害了，效果还是蛮不错的。打个鬼眼，拜拜。